打扰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怎么了？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厕所的吗？哎，我快憋不住了。我也第一次来这边，不太清楚，你要不再找找？我都找了好大一圈，我都没有看到厕所。这样子啊？好急的呀。哎，要不我去那个树林解决一下，你能帮我看着点吗？这不太好吧？这。哎，我真的是不行了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要不你到我车上去上一个呗？你车上还有厕所啊？哦，我这房车什么都有的。哦，这方便吗？没事，你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鞋脱一下啊。好。进来吧。厕所在这里，你上吧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那一个窗帘你给我拉起来。对，往下拉。好。好的。哎，上吧。好。什么情况啊？上个厕所上这么久了，真的。你好。哎，好啦。不好意思，我得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。哎，什么事啊？我好像把你厕所给堵了。堵了，我看。哎，你别看，真堵了。哈，没事，堵了我到时候找人通一下就行了啊。真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你要是上好的话，要不？挺好嘛，还两张床。哎，对。你跟朋友一起出来玩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一个人出来玩的。一个人啊？对，我出来散散心。散心？你失恋了？这你都知道啊？嗨，就你这张脸和我失恋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好，这样子。那你要不上好厕所，要不下下。哎，你这上还能煮热水啊？可以啊。那我煮杯热水呗，我都一天没喝水了。哦，行吧，你那事情还挺多的你。来喝点水。哦，谢谢。哎。终于喝到热的了。那个今天不好意思啊，你借我厕所，我还把它给堵了。嗨，没事的。那个修修多少钱？到时候我转给你。哦，那小钱没关系的，没事。哎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你从哪来啊？我外地来的。你是要到哪里去玩吗？对，去外地玩。啊？你还挺幽默的。还好吧。那个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谢谢你啊。哦，行，哎，好。哎，慢点啊。好。行，慢点啊。那我们有缘再见啊。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啊？拜拜。这女孩子还挺好玩的。耶？这耳机是她的吗？